欢迎来到 Dixon 的家固全纪录。其实这条片我想着是 BLW 为主的，暂时我们就是 BLW 了三个礼拜，我就发觉我都是很怕污糟，我就没有信心去整条家固的路都会是 BLW， 但其实它吃得不错的。Mayo 和 Dixon 都有濕疹的，所以他們的 BLW 的 food chart 我會很小心地去揀食物。如果你想知道如何可以開始加固，我上網就 Google BLW Baby Food Chart， 它就會有分4至6個月可以吃哪一類型的蔬菜、水果、肉類和谷類，然後之後就會去到6至8個月之後這樣。濕疹的孩子就比較麻煩，他們對很多食物都會敏感，所以我就會自己再過濾究竟那些東西是否真的啱佢而家食，好似而家 Dixon 6個月咁樣啦。咁其實咧 ，BLW 佢係話可以食香蕉，但因為我覺得香蕉咧太甜啦，個味太濃，咁我就想佢食啲清啲。咁我記得 Mayo 嗰陣時咧，一開始其實都係食菜心，因為菜心咧佢係又會硬硬地，易啲渣又有益啦。第一樣嘢我覺得我可以做嘅咧，就是會加蒸熟了的蘋果，基本上所有東西都是蒸的了， BLW 就是蒸。除了香蕉啊或者牛油果那些可以不用蒸之外，其餘都是要蒸的，因為怕他們會啃親。 Kiki 加固的情況我是完全沒有印象，不知道為什麼，所以我一定要拍低這個片，因為這時候最後幫小朋友加固，我不想沒有記憶。為什麼我今天翻箱倒籠要找回我2017年那一本 agenda 呢，就是因為我那時候很有心機。Mayo 加固嗰陣時咧，我係會寫低，譬如六月第一個禮拜啦，我會俾佢試呢三樣嘢 ：pumpkin、banana、salmon 啦。跟住第二個禮拜就可以試 potato、grape 啦。第三個禮拜就試 avocado、asparagus 之類。呢啲咧唔係嗰個禮拜淨係食嘅呢啲嘢，係佢嗰個禮拜會試嘅新嘅嘢食。有一樣嘢我完全醒唔起嘅咧，就係蛋。蛋咧一個其實好高致敏的一個食物嚟嘅，尤其是對濕疹 BB 真係要好小心咁處理。就咁上網揾咧，佢哋話六個月就已經可以食蛋㗎啦，即係你可能整 scramble egg 或者整 omelet 咁樣，跟住俾 BB 食。但係咧，我記得係唔可以咁樣做嘅，蛋白同蛋黃都係有分別嘅。嗰時 Mayo 濕疹實在太厲害，咁我之前就同我一個朋友做咗個測試，當時佢好似同我講佢係對蛋黃冇敏感，但係蛋白有敏感。而家咧我就唔記得是應該加蛋黃先啦，定係蛋白先？所以我先要揾翻呢一本2017年嗰本天書出嚟。但係原來咧，我都係冇寫咯。但係我都應該唔會咁快俾 Dixon 試住噶啦，可能遲一兩個月先至俾佢試。所以暫時咧，我個 BLW 個 plan 咧就係咁啦。好叻啊！第一日已經食到咁，你睇啊，你啜到啊，好叻啊！你攞埋就仲叻啦。嗯，你得。啊！捉住咗我隻手指啊，大佬！捉住呢個，捉住條菜，捉住條菜，捉住條菜。来
好啦，好嘢啦！做乜嘢啫？攞住啦！都系羊胃嘅。其实我系多手嘅，我唔应该帮佢嘅，等佢自己食。但系咧，我有少少心急，想佢快啲食到。咁同埋三文鱼比较散，咁我咧就帮下佢啦。本来啫，就我自己食紧嘅，跟住佢咧，你睇下佢就系咁啦，跟住佢就要食啦。哎呀，条友仔真系，唔好攞住先，费事你只手污糟啊。嚟啦，好开心。等等。哎呀，蒸留咗咧，食完蛋，跟住之后咧，系敏感啦，起嘢啦，所以蛋咧都系要慢慢再试，可能要再隔多一个月至两个月，再俾佢试下。暂时最中意食呢个，日日都食，食得好滋味。唔好暗。自己坐，唔要自己食，懒惰啦。可唔可以食阿达夫？嗯 ，OK， 静鸡鸡攞咗嗰个上嚟食。呢个小朋友琴日食完豆腐之后，成身起晒红色一粒粒，所以咧黄豆类佢都仲系唔好试住。越嚟越叻啊！你系咪啊？妈咪只手好干净啊，冇帮到你嘅系咪啊？哇！你只手啊！Oh my god！ 做咩事？做咩事？洗面洗面 ，full mask 系咪？
練習飲水啦，好快學識噶啦。好吃飯了，我們現在我的嘴是啊，你終於吃 pumpkin 了，你終於吃 pumpkin 了，是啊，你都算吃了很多了吧。 BLW 真的很多好處，你看他自己又吃乖乖地，他又自己在吃，他又自己在吃，我又自己在吃，耶、yeah! 你出了隻牙，你又看到隻牙了，你出了隻牙，原來啵啵啵啵啵，阿哥想來啵啵啵啵啵，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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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哎呦哎呦Yummy? 吃了很多了，差不多半隻了。 Last one， 但不要吃整隻了，你第一次試。你喜歡啊？你 OK 了嗎？你要吃包包啊？哇！You like it? 唔中意啊？哦，又有啦！哦哦哦，都污糟曬啦！咩嚟噶？蛋白。有了，有吗？有唔到啦，有唔到啊？有唔到啊？B B 過咗一歲咧，就可以吃 honey 噶啦。咁今次佢個 blueberry oatmeal 咧，我就加咗少少 honey 落去，咁佢就特別中意食啦。
歷時半年的家教 video 已經圓滿結束啦。其實而家 Dustin 啱啱一歲啦，佢而家基本上乜嘢都可以食啦，除咗外邊嘅嘢食啦，即係自己煮嘅菜啊、肉啊、飯啊，所有嘢咧都已經食得啦，仲要食得很好添。今次咧就唔係全部都行 BLW 嘅，因為可能係我哋喺街嘅關係啦，或者係懶嘅關係啦，有時唔想抹張凳。以前我好堅持咧 BLW 就一定要 BLW， 傳統餵食就一定要傳統餵食。嚟到第三個小朋友咧，我覺得其實可以兩樣都有，都唔係一個問題嚟嘅，因為其實佢哋去到某個歲數咧，都會自然識得食噶啦。咁希望大家中意呢個 video 啦，如果中意嘅撳 subscribe， 撳個 like， 歡迎留 comment 俾我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做咩咁嘅样啊？